我就是刻意要、啊、要什么要你转过去嘛，我们小王爷说就请你停一下，他们办车子，我说小事，车子哇，开光了，玩具车，对，玩具车，你今年要买车了？已经买了，买车了，这是号码、啊。你确定这个开车路上你安全？很小就会开车了，是很小就会开车了。你车子的，你是用车子的？对。你车子的用符。也会。车子，这是挂在前面，车子也会。车子还没来。对，车子来当天再开一个。对啊。对，那个顾问会自己开。我请公主开。还是太子要送妈妈。妈妈，妈妈你小心啊。车子刚签的。我当然自己开，符吧符我不会自己开。我学员在做检查。你想开，反正你现在在学，学就可以验证。这是新的嘛，全新的。你点下去，上面放在上面，点下去，紧熏一下。啊，那个轻的。臭屁屁啊！那个黑。黑符，你已经先来这里了吗？你等进化了之后，符再开，他们都可以开呀、啊。你要请我开的话，你就要礼拜六再开过来，我就说。对，礼拜六再开。哎，也不用啊，礼拜六我找我开，啊，对，你再自己处理贴上去。三天后子时会签到封印，三天后子时对，晚上十一点早上吧，对对对，五十啦，五十吧，哇，你那边晚上讲错讲错，那比我的风火轮还厉害，八月晚上八月四号，子时晚上十一点，八月四号的五十，五十，那我开十一点之前呢、啊？对啊，那我服就可以先开啊，八月四号今天好。礼拜二哎，你是礼拜六，对，礼拜六。哦，顾问，你开这台车很忙哎，到处跑哎。买了就开到处跑，就是因为要到处跑才买车，你要到处吃。张妈妈在抱怨，听一下，你听一下。张妈妈，那你开这台车是在小车，你有时候一不个注意，你就会很容易。我会慢慢开。前期你都要特别注意，不然你容易受伤。嗯。
车受伤，人会不会受伤？不敢说，因为目前还在看。嗯，好，我会小心。嗯、啊，行车平安。要云之中，不开心。你看妈妈不开心了，她就在看着看了。谁呀？我在哪？她在担心一下。那没办法，就是说。牛。筷子开的多好！这是温热茶，大方。订阅大师的 GPS， 对，还可以盯着他去，没有啦，是订阅 GPS 最高级，福利的七天之后，你用我就，到时候会派个一两只，不是一两只，一两位，是奖金，谢谢我爱子。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你一直对我很好。平常这么辛苦是不是？你那个就给他放在那个神桌上面，或者是我这种我旁边也可以了，放到我那旁边也没关系。可是放到我旁边，我怕三天过后他那个车子贴了之后会很会跑。不会不会跑，车子会跑没关系，我会慢慢跑。我怕你不小心把它当风火轮在踩。不敢。那就很快了。开车很温柔，怕是别人开你的车，那就不温柔了。好了，那他有没有其他事啊？没有了。那对，你要请假，你要请假。你不是要再过几天吗？不然你也要化脸。我有。反正都说的。哎，太子在给盖要上厕所去了。剩几一个还两个给他们要走掉了，生气气的。他说要找礼物是吗？生气的，就生气这两个字。那个声音我觉得很耳熟啦。真的台中攻略。他然后就说他专程要就是在找自己太子看啊，然后我们就没办法进去，没办法进，然后反正就请那人就吃饺子。我们规定就是这样。我记得，好，没关系，我有一点印象。要口口。不用口，因为我也还在办事。我们也太大声了。那我要回去了，拜拜。爷爷，我要回去了。对吗？我不拍照了，爷爷晚点。也说也嘿三送三包车开始去门口。
你赶快去。新生工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